รายการต่อไปนี้เหมาะสำหรับผู้ชมที่มีอายุ13ปีขึ้นไปอาจมีภาพเสียงหรือเนื้อหาที่ต้องใช้วิจารณญาณในการรับชมผู้ชมที่มีอายุน้อยกว่า13ปีควรได้รับคำแนะนำHello，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犹太人克里斯。那今天的话题呢，稍微严肃一点点，所以不能够太开心，不能够太轻浮，因为我们今天呢要参拜的是泰国非常有名的鬼妻庙娜娜庙。大家如果有看过《幽魂娜娜》或者是《七日人妻》的话，就会知道其实这是真实发生的故事。所以今天呢，克里斯就来专程来参拜这一座庙。可是呢，虽然有 slogan 呢，还是不能漏，所以 Have a good time。为了这一集的内容呢，克里斯还特别去求取拍摄许可。首先呢，先坐到 Honu 这一站，然后呢，会建议大家坐计程车来前往，因为呢，是这边是小巷子，所以没有那么好找。这边就是瓦马哈普的巷口，在巷口呢就有个告示，瓦马哈普，这就是鬼妻庙的巷口啦。往里面一直走呢，就会先经过一个大庙，然后再往里面走一点，就会到达目的地。现在呢，要前往瓦亚纳的路上，要进去前呢，都会买这个红色的汽水，然后呢，在这边先参拜。这个是大家呢，就是参考《幽魂娜娜》的电影来去做的一个雕像。那真正娜娜的精神呢，是在内殿里面。那这个树呢，就是大家都说，就是在这边抹呢，会看到泰国乐透的数字。那很多人就是在这边求。那我们接着去探索。然后这边就有一个告示，亚娜。她其实一开始呢，娜娜她叫做娜娜，可是后来大家给她尊称叫做亚娜。亚是奶奶的意思，所以呢就是娜娜夫人这样的一个概念。这个就是内殿。如果你要买一些东西去参拜娜娜的话，这些都是价目表，有泰文、英文跟中文。参拜娜娜呢，就是每一个人呢需要拿一个蜡烛、一个花束，然后呢还有两炷香。那因为娜娜庙属于阴庙，根据泰国的习俗呢，就是不能够使用三根香以上。然后里面呢有金箔，所以呢就是拜完之后呢，可以把这个呢贴到娜娜像的金身上面。那这边呢都是信众来酬谢的化妆品啊、香水啊之类的。那这个呢是出台，就是泰式的服装，那这些都是大家献给娜娜的衣服，这些都是金饰啊，还有一些香水啊。这个就是娜娜的金身。那因为有很多的信众就是贴金箔，所以呢现在就是闪闪发亮。那他旁边这个小孩呢，就是当初他胎子腹中的胎儿。那有关于娜娜的长相，其实现在已经不可考了，所以这都是人们臆测他的长相的一些形象。
这些衣服呢都是信众呢还愿然后献给娜娜的服装，泰式传统服装啊，还有首饰啊、金饰啊、化妆品啊，所以可见呢，娜娜在人民眼中呢是非常灵验的，然后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因为以前的人很喜欢吃槟榔，所以这个呢是吃槟榔的器具。然后这个是献给小孩子的衣服。里面有很多的号码，然后呢，他们就在里面抽，然后就会去买那一期乐透的号码。然后这是捐献箱，然后这边也有一个。嗨 ，CMC， 就是这边是求签的地方。今天做的主题比较特别，那这个呢，其实就是来自于在泰国的一个很古老然后真实发生的故事。事情呢是发生在19世纪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泰国的四世皇。那时候在泰国呢其实有很多的战争，所以呢有一对夫妻呢，那女生呢叫做娜娜，男生叫做艾玛。因为呢他们非常的相爱，这对夫妻有一天老公艾玛呢就去当兵，所以呢就去外面打仗，那留下娜娜呢一个人在家里面。那个时候呢娜娜已经怀孕了，所以呢就是每天呢就是捧着肚子，然后在河岸上面望着老公，希望他早点回来。很不幸的是后来因为娜娜呢就是难产，然后跟着小孩一起过世了。一年之后呢艾玛回来了，那艾玛回来之后呢，娜娜呢就以幽魂的形态呢继续跟艾玛生活。那附近的居民呢都非常的害怕，甚至朋友都劝他跟他讲这个事实，可是他都不相信。那后来呢离奇的是他的朋友之后都会陆续的过世，所以呢这个让艾玛呢觉得非常的震惊。那有一天呢就是当他的妻子在家里面就是有一颗柠檬呢掉到屋子底下的时候呢，那娜娜呢就是伸手直接拉上去拿，那这个举动呢吓到了他的丈夫，因此才觉醒。那后来呢丈夫就逃到寺庙，就是前面我们所看到的那一间，然后呢同时间呢居民呢都放火想要把娜娜的房子呢烧掉，所以呢娜娜非常的生气，所以让那些人陆续的就是离奇的死亡。那甚至呢有其他的高僧呢想要击碎娜娜遗体的头盖骨，让这个娜娜呢魂飞魄散。那她老公知道之后呢非常的自责，觉得自己怎么会这样，所以呢协同泰国高僧，然后呢就是承诺下一世继续跟她结为连理，成为夫妇。娜娜的冤魂呢因此才得以安息。那这个高僧呢之后呢就将娜娜的头盖骨取下，写上咒语携带在身上，那将娜娜的遗体呢就埋在这个娜娜庙下面。那有人谣传说今生呢其实是娜娜遗体，就是做成木乃伊的样子，其实这是子虚乌有的一件事情。因为当时呢泰国制作木乃伊的技术还没有那么成熟，所以这个是无稽之谈。另一方面呢娜娜头盖骨呢其实现在已经价值连城了，可是没有人知道就到底在什么地方。因为这样子的真实故事流传下来，所以很多人呢为了纪念娜娜，所以呢盖了这座鬼妻庙娜娜庙。因为泰国的兵役制度呢是抽签制，当你抽到红签的话就代表要当兵，黑签的话代表不用当兵。马里奥呢甚至当媒体的面前呢抽到黑签，这个呢也是一个传奇之一，所以很多人在这边求拿到就是免除兵役的签。那甚至呢有人来求中乐透，有人呢求爱情，有人求求财。那很多人其实会觉得阴庙呢不要乱拜什么的，可是本人在下我呢有学一点点茅山道术，就是我自己本身扫描之后呢发现其实娜娜的能量场其实已经就是一个灵的存在，非常的亲切，然后呢很和谐，这样子并没有像外界所说的这么的可怕的一个氛围，气氛其实也非常的轻松。有一个说法是娜娜在泰国的地位呢更胜于白龙王。为了拍摄这一集呢，我还特别去 Netflix 看了20年前所拍摄的电影《娜娜》。那如果对这个事迹呢有兴趣的话呢，今天大家也可以去看哦。娜娜庙后面呢有一条河，那很多人呢会在这边呢买鱼放生，因为泰国人呢他们会有做功德的一个习惯，所以呢他会卖很多的
鱼啊、乌龟啊，这是什么啊？水蛭吗？然后呢，到后面的河放生。拜拜。啊？嗯。什么鱼？哦。鳜鱼。哦。哇。哇，热闹！哎呦，世界奇观。因为这个庙呢会开放到下午5点，所以建议大家从中午以后到4点是比较好的一个参拜时间。啊，嗯。我变真的白雪公主了，可以呼唤动物过来。这里呢，就是当年的娜娜发生事件的所在之处。如果对于泰国文化有深度兴趣的朋友，那我建议大家真的可以来这边走走，就是有别一般观光客的一些行程。不知道大家呢喜不喜欢这样子的一个内容企划，那如果有任何的意见或者是有任何的想法，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哦。那我们今天这集就到这边啦，感谢你收看犹太人克里斯，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